来跟我们大家回忆一下，他坐在这边也从一点坐到现在哈。那这个两个多钟头，两个半钟头，那你所听到是不是先跟大家回应一下？那我们请四位官员回应之后，就是开放大家哈提问题。好，谢谢委员哈。那个就是我大概从几个构面来回答一下哈。第一个就是那个有关再生能源的那个规划跟执行的部分哈。这个其实行政单位大概在就是立法院应该是2009年通过再生能源条例以后，其实我们陆陆续续有调整过好几次的目标了。那最新一次的目标大概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已经装置容量从原来的大概10个吉瓦左右，现在调到17个吉瓦了。那这个是到2030年，那它大概装置容量的占比大概会到30%左右，发电量可能大概低一点啊，因为这两年它平均的我们就是容量因素比较低一点，大概差不多占了差不多14%左右啊。那所以其实政府这几年在再生能源条例这个机制，这个法规机制下，这个其实当时也要很谢谢委员啊，就是说帮这个条例通过了。那所以他基本上他有一个法源以后，他基本上做起事情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基本上政府持续在推了。那因为我们依法是2年就要滚动检讨一次，所以以后会不会再增加，可能也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调整。那这个17个吉瓦里面大概太阳光电大概就占了大概8.7左右吉瓦，所以大概装置容量就占了一半。那就是这个是我们国内的特性，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推下来发现说，大概国内现在主力大概比较好就是太阳光电，那风力发电现在也推得还不错，但是就是刚才有些有位先进讲，就是陆域风电其实碰到了一些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以后可能要借由一些机制啦，包括今天提到的供电厂，是我们前当初也想过了哈。其实澎湖那个时候有推过一次，可是最近好像结束营业了哈，所以这有点可惜了。所以这里面实质上的运作其实还是有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我先回到这个目标量来讲哈，然后那个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是要随着技术进步慢慢再推。那目前我们看起来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就是地热发电，那地热发电部分我们在目标上我们也把它稍微提前了一下，大概以后的整个到2030年前的规划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我们要推这么大量的太阳光电跟这么大量的这个风力发电，那风力发电可能主要是离岸风力的，就是 offshore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一些机制上的改变，包括了就是说太阳光电的一些，比如说竞标的方式它的容量还有就各县市政府现在推的一些 PBSCO 的部分，我们基本上都会慢慢的逐步去松绑它。那希望说大家尽量能够参与。那离岸风力的部分就可能要透过一些部会协调机制，因为毕竟这一块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比较没有经验的哈。那各部会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协调。那我们在目标上面大概就是主要是这个趋势了哈，就这个方向。那这是第一块。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大家提到就是说电厂直接能不能售电的这个问题哈。那电业法修正案基本上呢，我们行政版本基本上我们最近应该会送到立法院。那那个部分就是陈陆委员所讲的，他基本上就有概念，就是希望厂网合理。好，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在那个电业法架构之下的话呢，理论上就是电厂是可以直供的，就是直接给卖给用户。但是呢，跟大家的想象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刚刚可能有位先进有在问说那个电怎么。就是实际上你是可以卖那个电啊，然后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在网上面买你的电，但是呢至于那个电是什么电哈，上了网以后都是电，所以它基本上是透过一个电力网的交易制度哈，就是跟德国有点像哈，就是说的方式去处理哈。那这个是电业法的部分。那最后有一个就是竞标的部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其实政府单位当初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个苦衷啊，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啊。因为政府在收集这个相关的价格资讯的部分，基本上我们是比民间要来的弱啊，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那所以基本上价格是一个黑箱。那所以我们在订定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一个
我们先去透过一个当初条例所设定的一个法规的机制哈，去成立委员会去定一个价格，然后我们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的量哈，透过竞标的方式去找出实际上比较接近的市场价格。这个就是为什么太阳光电在这几年哈，大概我想委员应该知道，我们刚开始推的时候一 kilo 啊是300,000元哈，好，但是到这几年哈，大概今年哈，当然这个产业是在台湾蓬勃的发展，全球也蓬勃的发展哈，所以它的价格真的是大概只剩下大概差不多6万多7万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国内现在太阳光电装的其实非常的不错哈。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是说，如果从公民电厂的概念量，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小的公民电厂，那只是说它现在因为受限于电业法的问题，它只能把电卖给台电，啊，它不能所谓的自供。比如说像很多太阳光电，它都是个人设置，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小电厂，那它现在因为电业法的关系，它其实就直接。但是它不能直接卖给用户，但是如果你自己要设的话，其实现在现行的电业法是允许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设自己的自用发电设备，你设了要自己用的话，好，你不要外售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在电业法里面也不是所谓的自用发电设备的规定，好，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刚刚大家提到就是说，我设了以后卖，我可以卖到别的用户，不要卖给台电，可不可以？这个叫透过电业法的修正。那大概我简单报告到这，谢谢。谢谢，我补充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我听说，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海上离岸风力哈，上次因为我们的这个厂商直接从中国哈去聘请那个海上工程的团队，那在立法院引起哗然，后来国防部出来说这样不行，因为他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整个台湾海峡这个海底的那个全部被他们这个侦查的一清二楚，这个对国防上是有疑虑的。那我听说是到2018年中钢就会组成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工程的团队了，是不是？这个实际的时间点我不太清楚，但是台中钢有类似的规划，就是它有类似的规划，但是时间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2018。好，谢谢谢谢。好，来谢谢。那接着我们请这个再生能源处，我们台电的再生能源处的规划组长啊，李文斌李组长。田委员啊，还有那个在场的各位专家，还有我们就是先进们啊，大家好。那个我是那个台电再生能源处规划组长。那事实上我在台电来讲就是再生能源处，它是专责做这个再生能源的规划，还有施作然后最后还营运这样一个单位。它是从民国100年开始成立的，那这表示说台电对于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视那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单位的这个任务上或者说对单位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其实我们是跟在场的一个。就是很重视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朋友，其实我们是相同的目标啦。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包括现在说台�湾的这个陆上的风力有300多架，我们就是做169架。那每一架做出来都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地方不是到处要找就有，都要找到一个适当地方，而且要符合政府的要求，就把它做起来。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样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是尽量努力在做。那 我相信如果说大家有适当的一个风力发电或者说再生能源的厂址如果愿意建议给我们呢，我们就会去做现看，然后把那个电厂把它做实现。所以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很在意说台湾的再生能源的潜能有多大，其实潜能是你看不到的，你还用不到的，在地底下你还用不到，怎么样把那些潜能变成真正的电，这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部分。所以我们很期待说大家有什么样资讯，有什么样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第一点要讲的。那关于那个再生能源，我们也澄清一下台电的再生能源的部门跟政府的再生能源局的部门，它的差异，它的任务的差异，就是政府主要是负责政策的制定
还有再生能源这些规范的一个审定，还有包括那个收购价格的审定，都是这是政府的。所以说，再生能源的这个收购价格不是台电定的，是政府定的。台电就是依照这个价格，去收购，那台电唯一对这个再生能源有重大的影响的是台电的电网，台电网是台电要负责的。那现在要上网，当然要顾虑到说这个再生能源上网要会对电网的一个安全稳定有影响，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个审查，但是那个只是对于大型的再生能源，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五十千瓦以下的太阳光电，就是直接就上网，而且不收任何费用。那只有比较大的那个，比如说那个装置容量的话，我们会要求他做一些审查。那我们会做一些审查，然后再允许他上网。那关于这个公民电厂这边，我们其实是乐观其成啊。那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台电在地的，就是台东区营业处的技术上的一个协助我相信我们的那个区处的人都愿意就是说只要跟我们区处来做联系我们都可以来提供各种协助。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希望能够看得到这样一个情况。那最后我是算是我们个人就是对于这个在这年规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心得啦，我说大家好像觉得说对台电做的不是很满意就是好像做的很慢，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的人知道是有很多困难因为包括这个法规上的一些阻碍啊，尤其是台电的员工主要他是工程师啊，工程师他是照合理的一个规范在做在做一些规范。为什么会用到核能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便宜嘛。台电算出来的，对，台电算出来的会计成本是请不要太猜疑，台电会计账出来的就是这么便宜。如果能够依照田委员的努力田委员就是希望把那个核能的那个风险成本给它反映进去的话，那个核能的价格就会，核能成本就会拉高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没有反应嘛。那是在于说，怎么样让这个东西能够反应，台电都会做理性的行为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目前它便宜。如果它将来反应出来是贵的，台电也不会去做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理性的东西。那现在是自从新的电价公司出来以后，的确是有一个转机。过去观念上就是说，我们的一度电卖电是多少钱，然后核能因为很便宜。台电看的话是核能很赚，但是像烧天然气是比这个平均电价还要贵嘛，所以是亏本。这观念是过去的观念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新电价公司出来不一样，它是对于不同的一个发电有不同的价格。也就是说，核能它很便宜，那它的价格也很便宜；烧天然气的它很贵，它的价格也是很贵。那所以说，这样各种的那个发电方式都能够存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反应，所以我是说，一个最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游戏规则最重要嘛。你的游戏规则能够让台电很主动的去追求再生能源的，去增加再生能源的部分，那自然台电就是拼命做啊。可是如果说反过来是说台电做再生能源，结果还是一直在觉得一直在亏本，他就不会积极的做。我们讲的很现实的是这件事情。因为台电毕竟还要对全国的用电户要负责，反映成本也是要反映，也是由用电户来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用电户负责，所以我只是说，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游戏规则，让我们的不管是公民电厂或是台电，都是朝着这个正向的方向去走，我想这样是一个最有效的，比你光是在骂也没有用。因为最主要现实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再生能源还是在帮核电？没有，我没有替核电发货。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可能听委员有听委员讲他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好，那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让大家来多多指教一下。好，谢谢。事实上他刚刚讲到了，就是我在立法院讲了无数次的，就是台电在核电的价格上。
做假账的问题，就是他是把那个账户做到台电，不然核电看起来是便宜，事实上是没有的。哦，那是好来，那我们接着请那个，因为刚刚那个德鲁马克哈、哦、那个部落啊、这个发言，所以我们请原民会的公共建设处的检任稽证周席会席位啊稽证发言。委员还有在场各位先进啊，大家好，大家平安。刚刚听到机场的座谈哦，还有刚刚能源局跟台电再生能源处哦的发言，觉得在部落，再生能源处如果用地或是一些其他因素解决，应该是可以做一些后续的再生能源。那、今天主题之一就是有关东新村的达鲁马克哦。这部落其实蛮有感情，因为本会有几位同仁，其实他老家就在达鲁马克，所以我有机会也有吃到达鲁马克的生产，没有污染的乡村那个树葡萄，是有机的。针对这个达鲁马克的水力发电厂，其实之前服务会里面同仁跟我讲，那个小时候就那个电厂，然后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吊桥会走过去。是非常环境非常清幽，啊，这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环保是可以跟这些结合的，就是说没有污染有绿能的部落，啊，然后也有一些教育的意义，甚至以后发展比较环保方式的一个观光哦，可以去结合部落的一些特色哦，跟它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风味餐，然后再加上这个已经列入历史建筑的电厂，可以做一个。自由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然后我在会里面服务，后来发现，在莫阿克的时候，在一些地层下陷的地方，后来渔翁改成用太阳能来种电。然后在比较山里面的阿里山的山美、新美，就是雾台都有看到一些太阳能的发电作为平常可以辅助用电。在灾害来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备用的电源这都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方式来处理，我希望今天座谈会能够大家做个脑力激荡，能够针对整个地球未来能够做个努力而上。是，谢谢。然后我们很感谢台电在我们的台湾迁徙这个星罗密布的电网，但是事实上对于我们在这个网络网。电网末端的原住民的部落，实际上是非常的脆弱的。它只要一个环节断，他们就完全失去电力。那事实上，绿能刚好相反，绿能是可以就地取材的。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原民会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更多花点心思下去推动多多利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协助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那事实上就不用担心说一旦。遇到天灾的时候，我们整个部落完全没电，然后陷入某种困境我觉得这样也是，这个然后远水救不了近火哈。那我是觉得这个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德鲁马克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那我们现在都在谈低碳城市，我们从低碳部落先做起。然后呢，搞不好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可以变成零碳部落，那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好去取经。好，谢谢。那接着我们请水土保持局的那个魏胜德，你看魏德胜席，魏胜德科长哈。那因为水保局他是负责这个农村再生条例，农村再生条例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绿色能源放进去，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够叫做再生呢？好，后来终于被我放进去，所以现在只要我们的这个农村再生的这些培根计划哈，这个我们的社区在讨论的时候，只要愿意放进绿色能源，事实上我们这个农村再生基金都是可以这个来给付哈，来协助了哈，来协助。谢谢，谢谢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啊，各位先进大家好。我跟每次大家念到我名字都，我都说我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可以，大家可以叫我魏导演。谢谢。我想诚如委员也很感谢委员在农村再生条例立法的过程中给我们很大的勉励，也帮我们支持
尤其是在环保意识的部分给我们大的支持哈。那我想水保局这几年在推，我主要是推我负责的课是农村培力课，最主要是推培根计划。培根计划在委员当初立法的过程就很强调，一定要把人员的训练的培训哦，一定要放在农山计划核定之前，一定要把它完成。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跟能源局工业院合作的部分，就是像工业院现在推的百万屋顶的光电能的推广的部分，我们已经纳入我们的课程，甚至把他们师资纳入我们农村再生的推广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在不管是部落跟不管是平地各方面的农村社区在资能的部分，这个我们再有在推了哈。那刚刚我也在提了一块，就是有关那个再生能源的相关设施的补助哈，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在农山条例是没有相关的名列是没有在里面哈。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努力啊，这个我们在努力说，我们希望未来社区如果针对这个部分，因为这牵涉到有些盈利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在当初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受到蛮大的阻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明。第二部分有关那个农再生在推再生能源部分，我们刚刚除了课程之外，其实我们也现在也跟能源局，未来我们也合作，他们的师资也纳入我们的师资库里面了。所以我们未来这个部分，我们尽力啊，在未来会继续推展。好，以上，谢谢。所以你看啊，有时候立法院不断立法，把公法通过以后，还要去 follow 说啊，你是怎么执行的？我们那时候把它放在公法里面。不过我想科长请你们回去再检讨一下，我们千辛万苦把它放在公法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农村再生应该包含我们的这个绿色能源嘛，既然是再生，不是农村补贴条例啊，那你如果农村补贴我只补助农产品，你现在农村再生，你当然是从你的整个生活方式能源的那个供给，因为能源的供给跟生活是紧密结合的嘛。那我们现在整个行政院都在推低碳，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它不是用在个人，它是用在社区或是用在学校，他用那个再生能源的话，我们再生能源基金，我跟他报告，每个社区如果你通过培根计划，你可以你大概总共可以拿到将近5000万了，平均这啦，平均这啦，因为你的1000多亿除起来就是我，你算是安尼讲了哈。但是当然你要先经过培根计划，你家己来播爱心金卡，先整合哈。那我是觉得说没有道理，既然他已经在母法里面，没有道理说绿色能源你就不。你去补助那个什么，他盖了一个什么凉亭，盖了一个什么脚踏车步道，这个你都补助，为什么你这个绿色的你就不补助？我这边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在公共设施，比如太阳能的照明设施这个部分，我们是有在发包工程里面，我们都有在做，比如说一些沿乡他们的道路的改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我们都有在施做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我想我刚才讲是个人的部分。